魔力卡通魅力童真萌萌哒，中小路步行街是一条历史悠久、热闹繁华的购物街，是厦门的一大景点。步行街位于厦门市中心，长约 1.5 公里，廊旁是独特的欧洲风情建筑和现代化商业楼宇，给人一种时尚与历史并存的感觉。中山路步行街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商店，包括时尚精品店、国际品牌专卖店和传统手工艺品店。你可以在这里购买到各种精美的纪念品、手工艺品、服装、鞋子和饰品等。无论你是购物爱好者还是文化追寻者，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而在中山路步行街上，你还可以找到一家名为皇者和中山路店的餐饮店。这家店以其传统的厦门美食而闻名，特色菜品包括春卷、炒面、炸五香、沙茶面和海蛎煎等。品尝当地美食是体验厦门文化的一部分，不妨在这里尝试一下厦门的特色美食，让你的旅行更加丰富多彩。在中山路步行街漫步，您可以欣赏到独特的建筑风格，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，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美食。无论你购物还是美食，这里都能让您流连忘返。记得带上您的相机，记录下这个美丽的地方，让旅行的回忆永远留在心中。祝您在中山路步行街度过愉快的时光，下次见，再见。